由多个工商机构及民间团体合办，社会福利处协办的盲人观星相见营2015，一连两日在西贡万怡水库西坝举行，超过2000名的参加者，包括残障人士、少数族裔同埋健全人士，透过多项嘅体验活动，凝聚各界，宣扬相见共融嘅信息。三、二、一，盲人观星相见营，呢个咧系香港系最大规模嘅一个相见共融嘅活动，系好有意义，有历史意义，亦都有佢嗰个系真系有一个对社会推动相见共融嘅意义喺度嘅。2015年度的盲人观星相见营咧，今年已经系进入去第六个年头噶啦。咁今年咧，差唔多有2200人参加，希望可以把唔同嘅伤残嘅人士、少数族裔人士咧，可以走埋一齐，享受呢个咁靓嘅星空。我哋可以互相关爱啊，互相去支持啊，互相去学习。咁将呢个共融嘅態度、義工活動的生活可以融合埋一齊，為香港做一點事嘅。其實我今次喺第三次參加啦，觀星咧唔單止係一個科學普及嘅活動啊，都係一個社會嘅活動，係人同人一起相互關懷、相互學習、相互支持嘅一個活動嚟噶。人同人之間嘅距離咧，講遠唔遠，但係講近咧，有時咧都幾遠噶。最緊要的一樣嘢就係大家肯走埋一起，相互了解。無論是殘障和非殘障，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社會群體階層之間，大家有機會接觸、有機會了解，就會發覺我們的共通點大過我們的不同。